的和风柚香包，哇，不得了！看看，来，我们市场的有点重哈，位置在市场这边有一个空位哈，可能麻烦您可以放这边。但是呢哈，哎，也让我们前面这边好多的媒体哈，可以来放。看一下画面有没有？先泡水一下。这个不仅是这个食材，这个海鲜的部分。人可吃七万几个啦，一日干那吃饭，一顿上少五十块嘛哈。啊，恁我都一日都爱需要350万啦。啊，这350万啊，买咱在地的吼，咱的农业太未发展，哈，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呢，怎么样来推在地食材？当然，在地水果我们也可以推销啊，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日常需要的东西不是要额外的，而是呢就他本来的需要呢，我们就会有非常大的购买的能力。所以呢怎么样来推在地食材、在地水果，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非常正面的产业发展，我们也跟着发展。台南这次的这个文旦网是我们的林先生但是过去都是麻豆下影在 PK，有时候是麻豆得到文旦黄，有时候夏营得到文旦黄，但是都是台南的好文旦所以呢，我们特别借着这个机会，要去行销所有台南最好的文旦。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文旦，大家主持人刚刚提过了就是不管是这个可以吃可以加工可以这个用洗脸可以洗澡还可以润喉养颜、美容助消化。